诸位法师，诸位同学，大家新年好。请坐。今天是乙丑年的除夕，中国人还是对于旧历年呢有不同的感情。在这个年节的日子，我们感触啊，确实很深。在这一生当中，回想到我学佛的因缘，实在是很偶然的机遇啊！我跟方东美先生学哲学啊，他把佛法介绍给我，我才重新认识佛教。知道这是释迦牟尼佛的教育啊，过去以为它是宗教，以为它是迷信，产生严重的误会啊，所以从来就没有接触。经过老师介绍也很难得在那个时候没多久我认识了张家大师。这两位真正的善知识帮助我进入了佛门。大师教我要认识释迦牟尼佛，要好好的跟着释迦牟尼佛学习那么佛陀虽然不在世了，他的教诲就是经典依旧留存在世间就说古往这些大德们把佛陀的一生的教诲收集起来，编成一部丛书这部丛书我们称它为大藏经。那么这部大藏经的内容说些什么呢？真可以说是包罗万象整个宇宙人生呢都讲到了。如果我们就它重要的部分来说，把它归纳成五大类那就是伦理。伦理是讲关系。他讲到人跟人的关系，人跟自然环境的关系也就是说人跟所有一切动物的关系，
人跟一切植物、花草树木的关系，人跟山河大地的关系，人跟大自然的关系，人跟整个宇宙的关系。他还讲到，人跟不同维次空间众生的关系，这是佛经里面讲的，一切归神众，这是不同维次空间，这是有伦理呀，我们把关系搞清楚，然后怎样尽到自己的本分义务。在这个地方呢，才体现到人生真正的价值现在讲价值观人生真正的意义我们活在这个世间这一生有什么意思？有什么价值？绝不是为享有物质生活而来的，也不是享受精神生活，这都不是那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从圣贤教诲上来看，我们活在这个世间应该是这样说法，我们是来学习的，像上学一样。我们现在上一年级，那我们的目标呢，是希望明年能上二年级，不断把我们的灵性境界向上提升。提升到究竟圆满，在佛法里面讲呢，那叫成佛佛是达到究竟圆满了，没有到究竟圆满，向着这个目标，向着这个方向呢，认真学习，都称之为菩萨菩萨好比是学生你还没毕业那么学生当然有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研究所的研究生都是学生所以佛教里面自自然然也就形成所谓摄性位摄性小学摄住呢好像中学摄会下呢好比是高中摄地呀好比是大学等觉好比是研究所他也有这个次第在华严，华严时也是方先生特别给我介绍的他说这部书是佛经哲学概论我跟他学哲学，他介绍我的是佛经哲学他说这部书编得太好了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第二种能跟他相比的他老人家告诉我，这个书里头有圆满的理论，有周详的方法最难得的呢他还带表演幕后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他把这些理论方法做出来给我们看，也就是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学习，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做出来给我们看像这样好的教科书在世界上确实找不到第二种我们是通过老师的
介绍啊，才知道啊，这一门学问的殊胜呐！啊，接触之后，啊，这就学看经，虽然看不懂，大概也是佛法里面所说的，过去生中还有这个善根，啊，看不懂怎么样，欢喜，啊，喜欢看，啊，喜欢接受，啊，那一年我26岁。接触之后，啊，遇到了张家大师，啊，大师，这是专门学佛的，方先生是附带的，啊，而且两位老师对我都非常好，啊，特别给我的时间，是每一个星期天，我们见一次面。我把我一个星期学习的心得提出报告，向他老人家请教。啊，张家大师劝我，啊，劝我出家，劝我学释迦牟尼佛，啊，一生讲经教学，啊，我也很喜欢这个行业，啊，我就接受了。啊，那么在这么多年的学习过程当中，啊，确实是证实了方老师告诉我的，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每一个人一生过程当中，我们相信啊，都会遇到有顺境，有逆境，有善缘，有恶缘。啊，我们用佛陀教导我们的智慧方法，啊，都能够很顺利的过关呢。啊，我们把这些境界，啊，无论是环境，或者是人事，都看作啊是考试，啊，通过之后呢，必定向上提升呢。啊，所以越学越欢喜。啊，我们有没有遭遇的困难？没有，我们完全是通过考试。啊，所以在早年，啊，20多年前，我常讲，啊，这个世界要能够恢复安定和谐，啊，人人能过到啊幸福美满的生活，必须要做到啊个人自己在本分岗位上认真的工作，认真把它做好，然后跟其他行业互助合作，这个社会非常美好。啊，那我们这个行业本分
就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啊，他老人家一生开悟之后就从事教学，啊，30岁开悟的，79岁圆寂的，对，讲经300余会，说法49年。啊，这个讲经300会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半班，啊，半班教学，一生乐此不疲不疲呀，这是本分的事情。啊，那么做其他的呢？那都不是我们的本分。啊，像我们最近的3年。啊，我们也在国内家乡啊汤池做了一个文化教育中心，啊，那照我们方老师啊张家大师的说法就是叫不守本分，为什么就搞这个？啊，和这个有原因的，不是我想搞的，我没想过。啊，是因为这些年来有这个机缘，啊，参加了国际和平会议，啊，多半都是联合国主导的，啊，我参加了10几次会议。啊，那么我们讨论的问题啊，都是属于和平会议，啊，讨论只是一个题目，消灭冲突，促进社会安定啊，世界和平。啊，联合国几十年来对这个问题没法子解决。啊，不知道开多少次的会议，啊，与会的这些专家学者我认识的很多了，啊，所以我就把我们中国5000年的这个传统的教学方法以及释迦牟尼佛办班教学的办法介绍给大众，他们听闻之后是耳目一新，很有兴趣，啊，也很赞叹。但是会后我们在一起吃饭聊天，就来告诉我，哎，说法师，你讲得很好啊，这是理想啊，做不到啊。这一句话呢，就让我为难了。为什么呢？没有信心。没有信心才是真正的危机啊！你看佛常常给我们说，信为道源功德母啊！啊，你成就的大小决定在信心，你没有信心就不能成就啊！那我们中国5000年来古圣先贤的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修身齐家了，格致为本。这在中国推行了5000年了，效果卓著啊！那现在人没信心，那多可惜啊！那就没法子了。啊，因此，我们才在汤池办这个班做实验，啊，看看传统这些东西在现代社会里面呢还能不能行啊。结果这个试验成功了，啊，这个小镇我们用一个小镇做试验，推动是全民教育，只用一门功课，儒家的弟子规啊，我们常常讲啊，儒释道3个根呢、啊。啊，3个根，因为其他的
道跟佛这是宗教，在现行国家政策上是不可以的，只能在宗教道场里面可以学这个学习，这个学校不可以，所以我们只用儒家这一门，这一门没有想到做成功，而且做得让我们非常满意，时间呢3-4个月效果就卓著，那如果能扎3个根扎4个根那还得了吗，这个实验让我们证明了老祖宗所说的话，人之初性本善，给我们显示出人民是教得好的，只要你肯教。所以我们2006年在联合国这个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做了一个活动，办了一个活动，我们把这个成果向联合国提出报告，而且做了3天展览，效果非常好。那么试验成功了，我们就交给政府，我们要回过头来干本分的事情，所以以后我们不再做非分的事情了，免得老师会责备我，不再做非分了，我们把这个经验告诉大家。那么学佛必须要知道扎根教育，我们今天学佛在家同修，没有做到是善业。出家的同学呢，也疏忽了沙弥律仪，所以我们往往呢，几十年的修学没有成果，所以我这几年呢，特别提醒同学们，我们要补习扎根教育，出家人要扎4个根，就是《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沙弥律仪》，这4门一定要做到，我们相信1年的时间是足够了，根扎稳了，然后在经论里头选一门，华严里头讲得清楚，一经通一切经通，一个法门成就是一切法门的成就，所以不可以贪多，要专要精，那我们这一生当中肯定个个都有成就，这个才是可喜的现象，值得恭喜的，除这个之外都是过眼云烟的，不是真的我们自己有成就了，才能够帮助别人，帮助这个社会帮助国家，帮助世界真正达到化解冲突恢复安定和平中国古时候所谓的礼义之邦，和谐社会决定可以落实希望我们国家带领这个世界走向幸福美满安定和平这是今年我跟同学们的嘱咐我们学佛人一定要尽一份力量来协助这个社会，那就是我们自己要做一个好榜样学为人师，行为示范，
释迦牟尼佛在过去啊给我们做的好样子，我们今天要继承，要把它发扬光大啊，要做给这个社会大众看，做给我们国家民族看，做给全世界全人类去看啊，这才是真正佛的好弟子啊。我的祝福就说到此地啊，谢谢大家，新年吉祥如意。